饺子和方便面，我妈要煮饺子，我感觉这个饺子够呛够我俩人吃，所以我再加一包方便面吧。今天吃五谷道场这个牌子方便面，他们家里面面是单独包的，是油炸的，所以它筋道，可耐煮了。下锅煮喽，打开火。饺子先煮好了。真甜的，觉得干饭了，姐妹们，这个是鸡排，一盆方便面炸鸡排。这么拉倒吧，凉了咬不动。煮了四盘，我跟我妈一人两盘。先吃方便面吧，别泡芙囊了。有点烫。哎呦我的妈，味道蛮好的，就是太烫了。饺子，啊，碳水快乐。拌面挺好吃的，就是有点烫。哎呦我的妈！
它这个里面有花生碎碎，蛮好吃的。拜拜。